1997年5月28日，吴作人艺术馆在他的家乡苏州市正式开馆。坐落在苏州著名的双塔古迹旁边的艺术馆，为这江南水乡的旖旎委婉，为这自古以来就被称为人间天堂的苏州，又增添了一份艺术的善美。而就在艺术馆开幕的一个多月前，吴作人先生因病于北京逝世，享年89岁。吴作人原名吴之寿，字作人。1908年，即光绪34年，他出生在现江苏省苏州市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。当时的苏州热闹非凡，文化艺术十分活跃。少年时代的吴作人，一方面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，一方面在现实的困顿中接受了生活的磨练。1926年，他进入苏州工艺学建筑系学习，开始接受绘画的启蒙训练。1927年，19岁的吴作人只身来到上海，进入田汉先生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。在这里，他得到了恩师徐悲鸿先生的教诲，并成为徐先生的得意弟子。徐悲鸿教我们画一张东西，画一张这个地方五八字一个稿纸，那么分配给我们同吴，我同吴作人两个人各人一杯。我那辰光就是都第一次认识，那么各人就是很快的一个一个晚上就画出来了。但那个人啊，就是后来啊，就是取消了，取消了嘛，那我徐悲鸿老师啊，就叫他到这个中央大学，中央大学去读书去。1930年，在徐悲鸿先生的鼓励下，吴作人来到了欧洲，法国油画的故乡。卢浮宫，举世闻名的艺术盛典，数不胜数的欧亚非艺术杰作，令他心醉神迷。那一年的夏天，是吴作人在巴黎最艰苦的夏天，但也是他最充实的一个夏天。一个穷学生，在那酷热的三个月里，每天饿着肚子，却一心多学多画，坚持临摹写生。半年后，他转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学院，在巴斯天教授的画室学画。他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聚集在巴斯天的画室里，进行了系统而又严格的艺术训练。正是这条艺术的纽带，正是对知识的渴求，把这些不同国籍、不同肤色的青年男女们连接在了一起。在这五年艰苦的学习中，吴作人打下了坚实的素描、油画和速写根底。他的油画也受到了弗拉蒙派写实主义的影响。学生时期的他从未失去学习的自主性。在吴作人早期的油画中，亦能看到抒情写意的个人意志。1931年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暑期大会考中，吴作人的油画习作《男人体》获得第一名，得到金质奖奖章和桂冠生的荣誉。彼时他只有23岁。他的导师巴斯天教授看了他的画，说：“我从你的画里感觉到你有你的东西，它在孕育着你的面貌。”当时他还是学生。这个1930年年底，他转入到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巴斯天教授工作室学习。
一年以后，他修通过了所有的课程的考试，允许他参加全院的暑期大会考，这就在全院暑期大会考当中获得金奖，为中国人赢得的荣誉。因为他的考试不是光一年级的，是所有的油画系一块考，所以他仅仅到了一年就得了这么个成绩，所以受到他们这个学院的这个非常的高兴，中国人也非常高兴。他获得了金奖，获得了这个一个专，他具有这个个人工作室的这样一种待遇，而且他的一些材料可以国他们学校提供材料这样一种待遇，所以他就条件大为好转了。所以这段话是一个叫做金奖作品，是为中国人争光的作品，大家都。